嗨，大家好，我是 Cotton。大家都知道，地球上有很多环境的问题。那我们一年有产生很多的垃圾，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个大家到底有多浪费，或是产生多少垃圾，这个我就不讲了。那近期就是很多人都很注重环保，就是减速运动啊，环保餐具这些东西，大家现在非常注重。那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针对一次性的产品。那我是觉得，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再把环境保护这个议题带进我们的生活中？那其实我们的生活用品也非常浪费。假设你今天丢了一个塑胶袋，丢了一个塑胶杯，但其实那个可能就是一点的东西。但也许我今天丢了一个桌子，它的占地就很大，或是我今天丢了一个热水器。那些东西其实非常浪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品做得非常的不好，所以很容易坏掉。那有时候厂商都是卖很便宜，但是因为大家会贪便宜就会去买，但是没想到就是买了之后可能一个月就坏掉了。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浪费。那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名字叫做 Nice Things on Earth， 就是我想要把地球上所有完了只剩分钟，我想把地球上所有的很棒的产品跟生活用品，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产品，它不仅是外形良好，它也可以很实用，然后它又非常耐用，那这个本身就可以造成地球上比较少的负担。同时那个东西在你家，你也可以因为每天看到它，所以觉得心情非常好。那这个不仅是地球的环保，这也是心灵上的环保。那要分享这样的产品，我会想要做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是有点像媒体的网站。可以请最后就是快速的简单讲，在大厂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好，因为我不会做网站，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就是协助我制作这个网站。那对这样的分享有兴趣，挖掘世界上好用的东西，也可以一起加入我来介绍世界上美好的东西，这样，谢谢。那以上就是本次黑客松所有的体验。